每一个活力的清晨都是从一杯早茶开始的。蒙蒂品牌引领新生代共享好茶，喝出健康。跟家人或是朋友到茶楼饮茶，餐桌上的一盅两件，周围的笑语欢声，就是一道充满人情味的美好传统文化风景。在繁忙的都市里，现代人工作节奏紧张，这时候如果能来杯热气腾腾的茶饮，香气四溢的茶香不只能让身心休息片刻，提神醒脑，还能够让办公室的气氛顿时愉快了起来，你说这是多么的美好。在马来西亚，茶饮文化也走进欧式咖啡厅，闲暇时刻和三五好友或是你身边的他一起品茶，更能感受温馨与幸福。借真品花茶系列强打时尚薪资，口感清新宜人，还有美化肌肤的效果和独特功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繁忙的街上车水马龙，偶尔停下脚步，听听弹奏着乐曲的歌者为归心似箭或是留恋霓虹灯的人们送上一首首慵懒的曲目。妈妈档拉茶是大马人特有的饮食文化，也是三大民族的最爱。在这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中，现代生活的茶饮文化给人带来舒心与安宁。